我包子店的隔壁这一家快餐啊，拌面30，烩面肉28。大盘鸡，大盘鱼就行。大盘鸡，来个大盘鸡吧。大盘鸡不要辣可以吧？可以，大大的嘛，盘鸡小的嘛，小的嘛，我们就两个大人。刷上二十。不要辣的是吧？哎，不要辣的。终于重新找回了对新疆大盘鸡的信心了。我们大盘鸡在喀什踩过坑了。其实，喀什总体啊，我们对美食的这个印象非常好，但是唯一踩坑的就是大盘鸡。还是在网上找的一家网红店啊，结果100多块钱啊，端上来不到这个三分之一啊，真的不到这个三分之一，并且啥都要钱。啊，加面要钱，一份是5块，是吧？并且就几根面啊，因为我们最喜欢吃那个大盘鸡加皮带面啊，结果加一份5块啊，我们吃了2份不敢加了。这样加下去的话，那个吃面的钱比那个鸡肉的钱还高了。另外什么什么纸啊也要算钱，筷子也要算钱。对，所以说各种坑啊。但是生意非常好，都是汉人在那里吃，应该是汉人开的餐厅，所以在新疆我们就不敢吃大盘鸡了。但是看到他这里啊，60块钱小份儿，我们想哎试一试吧，没想到这个60块啊，比那个100多块的3份还要大，并且刚才问了啊，加皮带面免费随便加，我的拳头只能放在这个边边，这也三个哇，吃不完了，关键是我们俩。好吃啊。就是皮带面啊，蘸着那个酱汁，非常好吃。美中不足的就是太辣了，我们还是千叮嘱万嘱咐啊，让他不要放辣啊。这个可能在他们眼中已经是不辣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把我们四川人都辣的有点觉得有点恼火啊。脸都红了。啊，看样子新疆人吃辣比四川人更厉害啊！葫芦山葡萄5块钱1公斤，这应该不会容易坏吧？都是你们家自己种的？自己家种。哦。没有打过农药吗？没有打过农药的。所以嘛，车里也小。够了，先吃呗。5块钱嘛。瓜怎么卖的呢？瓜嘛，现在也涨价了，都看瓜已经烂了。这个嘛，别的地方拿过来的，也是新疆的，就是那个山西那边拿过来装的。哪里拿过来的？昌吉。昌吉拿过来的。哦，涨价了。有点涨价了。这个多少钱啊？8块，细如米25克，金苹果。最甜的。最甜的。对，特别好吃的。哦，这种啊。那个是白南瓜嘛，那个是6块。最好的瓜。最好的。最好的瓜，8块，你看葡萄干，8块1公斤，葡萄干，这个叫黑帽，老汉瓜的一个品种，对，我们在喀什也是看见老汉瓜，你看嘛，里面是绿肉，黏的，像冰淇淋一样，像冰淇淋，这个嘛是红心的，像冰淇淋一样，这种多少钱一公斤？8块钱，也是8块，鼻子，这种呢？鼻子好看，这个叫梅龙。梅龙，那个特别贵，这个多少钱？10块。哪个？这个是这个梅龙，这个是相当于是瓜里面的爱马仕，对，10块1公斤。姐姐，这个甜度22度，其他的反正至少是18度以上。这个嘛，最低的就是18到20，18到20度，甜度。天的汉堡。甜度很高呀！这就是他烤包子店啊，今天吃的这个餐厅。我家就在这附近嘛。最近我看评论区有好多观众在问我哈，说办的那个泰国的 DTV 到底怎么样了？因为我上次做了视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利好消息啊，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啊，想移民的啊，相当于是一个备选的一个方案啊。
首先就是一个诺亚方舟的船票哈、啊，一旦出现危机的情况啊，其他人出不了境，你拿着这个 DTV 啊，这是一个5年的泰国的长期签证啊，是更有可能出境的。当时很激动啊，但是激动完了以后啊，我冷静的分析了一下，可能我们家还不会申请这个东西，为什么啊？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吧。首先第一的话，你拿着这个签证无非就是想在泰国长期居住啊，但是现在啊，在泰国长期居住的渠道有很多啊，现在泰国已经完全放开了。实际上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对于很多想去泰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实际上对于欧美老外来说啊，大家都很兴奋啊，因为有些政策它是表面上的，有些东西就是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啊。那个实际操作层面是怎么回事啊？给大家看一下最近泰国媒体上面登的一篇文章啊，就是说泰国现在新的那个60天免签啊，以前在我们看来的话是有入境限制的，特别是通过陆路口岸啊，每个财政年度就是每个日历年啊，只能两次啊，超过两次有可能被拒绝入境的啊。但是现在啊这个规矩啊，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完全没有了，现在是 unlimited 啊，无限次数，无限次数啊，往返泰国你利用那个60天免签都没问题啊，有图有真相啊，人家连护照上面的章都啊，那个签证章啊，就给你放在那里了啊。就是最近啊，有一个老外啊，他就是长期搞那个 Visa Run 啊，他最近啊，他啊实测啊没问题啊。这个人就是他以前啊，就是在今年他已经用30天免签啊，已经入境泰国已经2次了啊。但是最近那一次的话，他啊在第3次入境啊，不仅让他进了，还直接就给他60天免签了。并且啊，他在入海关的时候还专门咨询了这个问题，让海关官员明确告诉他啊，现在啊入境泰国啊用免签入境啊是 unlimited 啊，不限次数了啊。这个人他的具体的入境记录是怎么样啊？他第一次入境泰国是今年的3月15号啊，通过陆路口岸入境的啊，直接就给了他30天免签嘛。后来啊，他在泰国境内再延期了一次30天，啊，就把他的啊拘留的期限啊就延长到了5月14号，啊，接下来的话他就在5月17号离开了泰国。要知道哈，已经是非法滞留3天了啊，就是 overstay 啊，在泰国是很严重的。以前有很多中国人 overstay 几天，直接被抓到移民局监狱里面遣返了，然后他再进入泰国的时候啊，居然啊又直接给了他30天啊，没有管他什么3天的 overstay 啊，这下的话他的有效期就到了6月15号啊，到期以后他在泰国境内又做了一个30天的延期啊，这下啊他的啊合法居留期就到了7月15号啊，那7月15号以后啊，他又离开了啊，这一次他又 overstay 了3天啊，这是一个惯犯哈、啊，老油条啊，他就是专门来考验那个泰国海关的忍耐力的，我觉得啊，然后他这一次再回来，因为现在已经是60天免签了嘛，就直接给了他60天免签啊，他的有效期就直接到了9月份，也不管他2次 overstay 的那个不良记录啊，就说这个啊，对于啊想长期居留在泰国的。又不想去办那些什么长期签证啊，去什么存款的、啊、很多老外他拿不出来80万泰铢，50万都拿不出来啊，他就是啊月光族啊，就是每个月拿到退休金那当月就花完了，他没有储蓄的，所以说这个是个 game changer 啊，就是颠覆了以前所有的规则、啊、unlimited entry 啊，摆烂，即使陆路口岸都是这样子，你航空渠道更不用说了啊，完全没问题啊，这是一个 huge news 啊，一个巨大的一个好消息啊，并且在评论我看啊，有个人说啊，我用曼谷啊作为基地来经常到亚洲各地到处旅行啊，已经每年超过10次以上都没遇到问题啊，我现在进出泰国已经有25次到30次了啊，从
遇到过几回啊，海关把我叫到一边啊，就是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入境章啊，但是最后的结局啊都是啊欢喜收场啊，最后都没问题啊，并且海关官员都说欢迎啊到泰国啊，并且还感谢我对泰国做出了贡献啊，所以在泰国居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办不办那个签证，你想在泰国住多久算多久啊，绝对没问题啊，免签也没问题啊。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也说过啊，这个就是一个紧急时期啊，你中国人要出境的一个理由嘛。因为实际上在一年以前啊，非必要不出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出境啊，你最硬的理由啊就是你去工作的啊，我没钱了，我要吃饭，我要到海外去工作啊，我拿着工作签证啊，或者是有工作的理由啊，实际上你这个五年的 DTV 啊就相当于一个工作签证啊，就因为你是数字游民嘛，你就是在泰国远程工作的嘛，这个你放行的理由是很硬的但是啊，因为大家要考虑到实际上真正的紧急状况是怎么样啊，就是战争啊，实际上我们最担心的最担心的还不是说再出现那种什么以前的那种情况啊，当然也有可能性啊，但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情况。但战争情况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啊，你拿到什么签证可能都出不了境啊，首先就是给你来一个航空管制啊，就是因为要知道啊，中国石油的战略储备是不到一年的啊，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所有的交通啊，只要是用到那个石油能源的方面啊，绝对是管制啊，航空管制啊，交通管制啊，你根本就买不了机票啊，根本连飞机都上不了。那你说我上不了飞机，那我开车走吧，我陆路口岸走吧。要知道啊，你开着你的车啊，像我们现在那个车啊，加石油的，加能源，石油能源的，加汽油的啊。那肯定就不到你家了啊，那个所有的都是属于那个军用了啊，你所有的车啊就通通抛锚啊，通通摆在那里啊，因为没有油给你加啊，所以说你根本就出不去啊，所以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你真的是只有躺平了啊，只有躺平了啊。还有另外啊，我还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啊，就是你在你的护照上面有了一个泰国的五年的长期的签证，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就像有人说嘛啊，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会给你开一扇门啊。同时啊，上帝给你开了一扇门，也会关上一扇门啊。给你关上的这扇门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懂的人就懂啊。到了真的是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真的出去了啊，你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啊，你成了一个非法移民啊，这个时候。你有一个第三国的合法的长期签证啊，对你来说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嘛，你不是说你走投无路了，你到了我们国家啊，但是你明明是有泰国的五年期的合法的签证，你可以在泰国合法居住啊，你为什么非要到我们那里来，是吧？你就解释不了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bug。当然最好的办法的话，就是什么，从现在开始哈，你未雨绸缪，你就搬到泰国去住啊，你就申请一个 DTV 啊，你长期就住在泰国啊，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啊，你人就在泰国啊，那肯定就没问题，你就不需要什么紧急出境啊，这是最好的办法啊。当然对我们家不太现实，因为小孩在国内读书嘛，家里面还有很多事情牵挂，所以说我们要重新再回到泰国去长期居住已经不可能了啊，所以说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但是对于其他的朋友，我还是建议啊，你还是可以选择到泰国啊，用 DTV 啊。所以说我想再打一个广告啊，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视频啊，就是台湾朋友啊又卖房了啊，这一次这个台湾朋友他那个房子是260万泰铢嘛啊，实际上是两套并在一起的啊，他现在因为是急着要离开泰国要回台湾啊，所以说他现在挥内清盘价啊再降20万啊，就是240万泰铢啊，并且这个房子我上一次视频里面可能没讲到它的位置啊，位置非常好啊，但它的缺点的话就是那个房子比较老了啊，可能有20-30年了啊，但是是高层的电梯啊，要知道
那个年代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修的房子啊，那个质量非常好了，墙体非常的厚啊，质量绝对是没问题啊，并且泰国的房子它维护啊这种非常的好啊，并且它的位置啊是中天海滩最核心的位置啊，就在中天二路的边上啊，过了街啊就是整个海滩区，走到海滩啊也就是200米，并且它走下去那个位置啊就是最核心的位置啊，就是中天夜市啊，并且现在那个啊卖什么3万一平、4万一平的那个扣吧啊就在它的斜对面啊，所以那个位置非常好，如果有志于在泰国长期生活居住的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在这里打个小广告啊。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